他专门拿这个钱去办一个安老院，照顾老人。办一个学校，育幼用来做养老育幼。这就是说，舍得到之后要再把它舍掉。今天不做出样子出来，别人不相信啊。要做出来，大家就相信了。这是真正的度脱有情，令成佛道啊。幕后一条讲功能，为诸如来于所作利益众生之事，无所作愿，无所取舍，而自然成就。这是佛菩萨这是如来功德。我们应该安住功德法中啊。为什么一般人读了经、听了经做不到？为什么呢？害怕，我学了之后怎么办？谁给我？说老实话，学了之后并没有人给你，自然感应。大自然的感应，舍就有德。这个道理深啊。这个现象啊，很复杂了。我们用一句话来说，叫感应道交，丝毫不爽。这是与信德的感应道交因为你所想的、你所做的与信德相应我们起心动念，谁知道？我们一个善念，他回应我们的是美丽的接近。